福州，我们 KCBC 这家代言人陈婷婷，阳光热情又有活力的画面，我们请您看一下正前方的摄影镜头，正前方。好，我们视线稍微往正前偏右看过去好吗？正前偏右的媒体朋友们，好，正在右边，请接着我们视线往你的左手边看过去，我们让左边的媒体朋友们也能够来捕捉画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也特别带来了缤纷的气球，请你再一次把你视线转向正前方，而且我们今天的最佳代言人陈婷婷阳光也被你带到了活动现场来，像我们的现场呢已经慢慢的雨势稍停了，出现了非常灿烂的阳光喽。来，我们看到右手边，好，来我们左边的媒体朋友好不好？我们看到左边哦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把视线再一次的往你的正前方看过去。当然呢，我们今天除了缤纷的气球之外，我们 Kiss the Moon。好，来我们右手边，刚我们这个右下方的媒体朋友们没有捕捉到你非常可爱的画面，右下方来一张。OK， 好，来我们左手边也来一张好吗？阳光出来了，伴随着我们最可爱的妮妮来到了现场。好，妮妮，我们再次把视线往正前方看过去，好不好？给我们是正前方的媒体们来一张画面啊、哦！好，大家都拍到很棒的画面吗 ？OK， 待会儿的时间我们会让媒体们再捕捉好吗？我们让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把手举牌。